你们不会认为我是弯的吧？妈呀！骑士挑战膝肘关节不能弯曲，你们就看我遭多大罪就完事儿了。那挑战开始，首先是挑战走路。哎妈呀，我怎么感觉那么像企鹅呀？哎，我要上大号。3 hours later， 崩溃的体验，兄弟们饿了啊，整口饭。你们看看我现在的坐姿，灯都要扯了。吃饭啊，我尽量吃的不太埋汰。炸的特别酥脆，上校鸡块，哎呦我去啊，埋汰就埋汰吧。这酸甜酱必点儿，里面鸡块感觉肉挺多的，吃这种油炸食物特别有食欲，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没水了。喝一口肥宅快乐水，什么都有了，香辣腿饱。哇，这种辣劲我太喜欢了，真的，我吃汉堡就爱吃香辣的，你们爱吃什么的？来个双夹，哇，太过瘾了。这薯条不行，我不急了。那剩下的这些就留给我媳妇儿吃，她吃饱了有点犯困了，我睡个觉。我累死了。体验了这么一圈，我想我能体会渐冻症患者有多么的痛苦。我只是膝肘关节不能动，他们可是全身都不能动，他们真的是太难。